你都是老姑娘了啊，那你怎么还没有老乖和男朋友啊？我们这边嘛，女孩子多嘛，女孩子多，男孩子少啊，男孩子少，老乖也不好找嘛。啊，就是不好找啊，像你这个年龄大了不好找了，是不是？找不到吗？啊，找不到，没人要吗？没人要，那走吧，妹妹，我跟你找鸡去吧。那这鸡的大约跑哪去了？你要看着一点嘛，你不要总罩着我呀。那一会儿你能不能带我在你们寨子里转一转呢？我这刚来的。但是也可以吗？也可以的。但是鸡，你首先要帮我找到吗？我不行，给你买两只。你要不找到，马上黑天了吗？阿爸阿妈从山里回来吗？啊，那我就不行了吗？就挨说了。啊，那走吧，妹妹。这阿妹，那你能带我上寨子里转一转？不行，一会儿我给你买两只。买两只啊？那你买那个，你能买一样的吗？你干啥呀？找找吗？你跟我先聊聊天呗，妹妹。你看你老着急，我的嘴也不闲着呀。那你看，那你就找呗，啊？找这阿妹啊，感谢关注啊，没点赞的家人们。能买到一样的鸡吗？啊？你要能买到和我家一样的，我俩就聊天就不找了吗？那我哪知道你家鸡是什么样的呀？我家的鸡啊，红色的吗？红色的。还有黑色的呀？还有黑色的啊？那我就给你买一只呗，你掺里头。一只啊？一只也不够吗？丢两只啊？啊？丢了得有两三只吧？那一会儿咱俩聊的好了，你别说一只两只的，三只四只我都满足你，行不行？不行。那有啥不行的，妹妹？你得一模一样的吗？啊？要不然的话，那你自己家东西你不认识吗？那就差不多呗。那不行，那不行啊，还得买一样的。这鸡还能下蛋呢？还能下蛋呢？那我跟你走。下的都是双黄蛋吗？啊，那我跟你找一找。那我就跟你找一找吧，妹妹。你买的都不下蛋吗？都吃饲料了吗？那不行。啊，我买的不行。啊啊。你家的鸡吗？都吃玉米了。啊，都是吃玉米的。啊，吃虫子的。那妹妹，我问一下，咱俩聊聊，你那个像你这是没有老乖，没有男朋友，你家里着不着急呀？阿爸阿妈吗？啊，着不着急啊？肯定着急吗？着急啊。那你长得我看也挺漂亮，挺标准的呀。那为什么咋还没有呢？你说着急也没办法嘛。啊？着急也没办法呀。那怎么还能没有办法呢？缘分没到吗？那你以为我不急吗？啊，缘分还没到。我比他们还急呢。啊，就是比较相信缘分。嗯。那妹妹，那你这个相信你能不能找鸡嘛？你怎么这么啰嗦呀？我这不帮你找呢吗？这咱俩不得聊天吗？你这老撵我走呢，好像。那我刚来你们这里啊，着急呀、啊！你别着急，妹妹，你先别着急，这玩意儿不是急的事。山了吗？要黑了吗？我得去吗？一会儿我好好跟你找呢，妹妹，你这怎么的？黑天了，上哪儿去找嘛？你这心眼挺小啊，妹妹啊。心眼小啊？心眼还是我心眼小啊？那你心眼不小吗？你没见过比我还小的吗？啊？没见过有这么一点点的吗？不，哪有那么大点的呀？没见过呀？没见过，我真没见过，妹妹。那妹妹，我问一下啊，你那个，这样吧，你那个，我就问一下，你对我们外地的小哥哥有没有什么印象啊？外地的小哥哥啊？那肯定有啊，就像你这样吗？像我这样，个子高高的呀，个子高高的，皮肤白白的呀，皮肤还白白的，眼睛还大呀，眼睛还大。美女吗？就一直撵着人家啰里啰嗦的吗？不是什么看到美女撵到人家，我啰嗦什么了，妹妹？我不是想啊，向你了解了解，因为我第一次来嘛。啊，你这是给我带哪儿去了？啊？山里面转呀。在山里面转，就咱俩呀。啊？啊？但是你要小心啊。我小心啥呀？山里面吗？什么都有吗？啊，什么都有。你要小心一点。啊，那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两个朋友认识啊？就是两个朋友。啊。男朋友女朋友吗？我是性别男。年纪大的是年纪小的吗？差不多的呗。差不多的啊。那我家的婶婶在家呀。你家婶婶在家？哎，我家的小姨呀，都不是你那婶婶，那也不是单身呢。叔叔没在家吗？就婶子一个人也没有意思吗？啊，我的天哪，平时吗我都会去跟他聊天的啊，都会聊天的。你要觉得想要我跟你介绍朋友吗？我带你一起去吗？啊，带我一起去、啊，那你能带我去吗？我带你去啊。啊，那也行啊。啊，那你不能跟别人讲啊。我咋的了，妹妹？我们这个寨子里边吗？啊，人家一个女生在家吗？啊，去男人不好吗？啊，去男的不好。人说闲话吗？不是，那你这婶婶多大了？
婶婶呐，啊，三十多比我大嘛，三十多，所以说呢，哎，我也三十多，妹妹，那我不要讲吗？啊，那我不讲，妹妹，那上你婶婶家呀？没人知道吗？那婶婶以后就出不来屋了吗？啊，就出不来了，那我偷偷去呗，啊，偷偷去呀？啊，能不能带我去呀？我们晚上去呗。晚上去啊？不是，这为啥晚上去呀，妹妹？晚上别人看不到吗？晚上别人看不到，晚上就我们两个人随便走嘛。啊，你晚上还要带我去 啊？那不行，晚上我得回去啊，妹妹啊。啊，马上要黑天了，这都五点多了吗？马上要黑天了啊，我还要找鸡呢，还要回家煮饭吗？你这上哪儿找去？这大山荒山野岭的呀。啊，不找了。那你说上哪儿找去啊？还是找你婶婶去吧。是不是行不行？能不能是我出来这么久了，能不能自己回去了啊？能不能自己回去了？那没准啊，自己回去了呗，他也认道啊，他也认家呀，是不是？认家呀。啊，行不行？上婶婶家吧，也行。也行，那行吗？行是行。那你那个上你婶婶家能好吗？你说我呀，啊，妹妹。但是呢。啊。条件。啥条件呢？啊？啥条件呢？条件呐？啊，那你啥条件你就说呗。婶婶家活嘛比较多。婶婶家活多，一个女人在家也干不完。是，我干一点呗。我会干活，妹妹。你帮她干一点。啊，我能干，我会耕地。能答应我吗？啊，婶婶家就地多。啊，婶婶家就这地多。两座大山呢？两座大山。老大了。那我会耕地呀，妹妹，我耕地还好呢。那你能答应我吗？那我骗，我答应你，我帮她耕地。那这样吗？你要能答应我这个要求的话吗？我就带你上小婶婶家呀。啊，带我上小婶。我俩要拉钩吗？不是，还拉钩啊？那你要骗我怎么办嘛？那我能骗你吗？家人们，我能跟他拉钩吗？婶婶家活吗？啊，一个人干不完嘛。一个人干不完。你去帮他两个一起干吗？得开心的不得了。啊，我得开心的不得了。那行，妹妹，咱俩拉钩吧。拉钩嘛？怎么啊？这么拉呀？ 啊怎么的了？拉钩。啊。然后呢？啊。那你可不能骗人呐。那我不能骗你啊。骗人是小狗啊，行。骗人的话，那我就不带你去了吗？那也行，我不能骗你们。帮他干三天，我要帮他干三天活。没，那你叔叔回来咋整啊？叔叔回来啊？叔叔都大半年没回来了吗？大半年没回来了。啊、我的天哪，那你小婶家那地不得干旱了啊？挺是挺旱的，我们这嘛好久都不下雨了。啊，她一个女人家吗？那两座大山吗？啊，她也干不赢。两座大山。啊，哥还会爬山，尤其爬山厉害我呀。那老大了，你能爬过去吗？我肯定能啊。那你要爬几天呢？啊？那你要爬三天？啊，那也行，我爬几天我也认。叔叔半年没回来干啥去了？叔叔啊？啊？哎呀，跟你讲嘛，我好几个娘娘呢吗？好几个娘娘？就剩一个小婶婶吗？在家里面吗？啊，就剩一个。啊？干啥去了？剩下那几个吗？叔叔带他们去上缅甸了吗？啊，木干啥去啊？上缅甸去卖工赚钱嘛。啊，上缅甸卖工赚钱去了 啊你小婶在家，家里的活多嘛，那都去的话，那两座大山呢也没有人干活呀。啊，就是年龄最小的在家打理生活，是不是啊？对呀，小婶婶一个人在家吗？啊，也忙不赢吗？你去帮他干三天就行嘛。啊，我去帮他干三天啊。你还挺关心你小婶婶的啊，妹妹。啊，能答应我吗？我这再说吧，妹妹，行不行？那我问一下妹妹，你们这边啊，我这不想找那个已婚的，我想找个没结婚的，不行吗？啊，我也没给你介绍女朋友嘛。啊，我也没给你介绍女朋友嘛。不是给我介绍女朋友啊，我就带你转一转吗？那是我误会了，妹妹。那我问一下，那你们这边一般单身狗啊？不，我单身。单身狗啊，我单身。啊，要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啊？对，你给我介绍个女朋友，行不行？我听说你们这块不可以交朋友吗？可以呀、啊，你也听说了吗？那我特意来的吗？可以就是试婚吗？不有吗？力气吗？咋还要力气干啥呀？那要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刚才来村口那面啊，茅草屋看到没有？有，看到了，茅草屋一排一排的，一排一排的吗？啊、我家的婶婶他们都在那里交的朋友吗？啊，都在那里交朋友，在里面都怎么交啊，妹妹？怎么拉呀？你这样拉着我吗？啊、我拉着你。这是个茅草屋吗？啊，茅草屋。把我拉进去吗？我们在里面待三天就行了吗？待三天。可以像夫妻一样生活三天，磨合三天呢？不像夫妻一样的生活三天，磨合三天。啊，
不是有这个夫妻之分，有没有这个夫妻之实啊？没啥事儿，你都可以这样吗？啊，还可以这个呢！我的天哪！这三天吧，就是你想做什么呢，啊，你就做什么吗？啊，我想干啥就干啥。家里人呢，会给你送点吃的呀，啊，被子啊，啊，床呀。那你们两个在里面待三天嘛？啊，待三天。三天不准出来嘛？那我就不管看到有喜欢的美女了，我上去我就这么拽住她，我说上茅草屋。啊，不行吗？啊，那啊。那你不精神病吗？那咋的呀？你会给人吓跑了吗？那，啊，我会给人吓跑了，那得怎么样才能认识啊？那必须得感情交流一下呀，眼神交流也可以，啊。不是，怎么感情和眼神呢，妹妹？聊天吗？怎么聊啊？那你先跟人家聊天呀，了解一下。就到这儿了，我就是不认识一下子吗？我这样我可以跟他握一下手。我用不用跟他介绍一下我自己呀，啊？可以暗示一下吗？暗示一下，就这样。你说美女你好啊。啊，我就这样，你好。你就这样。勾勾他的手心啊，我勾勾他手心，然后他要是回你了的话啊，他也会勾。他回你的话，他就是打算同意了，同意了你就拽就好啊，就是啊，他同意了也会挠挠我的手心。不挠你的手心吗？你就不要拽了吗？啊，他就带我上茅草屋，我俩就拽一下子。但是你也要介绍你自己呀，啊。我得介，我怎么介绍？介绍一下你呀，哪里来的呀？啊，年纪呀，姓什么呀？啊，有没有女朋友啊？那我用不用跟你介绍一下呀，亲妹妹？跟我介绍一下啊。也行嘛，我看看我俩谁大吗？我呢，今年34岁，我来自一名北方小伙，我呢姓王，叫王大吉，妹妹。王大吉啊，王大吉，那我就叫你大吉吧。不是，你叫我什么？大吉吧。不是，妹妹，你这字咬的有点重啊，你这给我整的不好了啊。小王吧。不是，你这不骂我呢吗，妹妹？啊，你怎么还能？大叔吗？那不是，那你不骂我呢吗？你这不好听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这样吧，我爸爸呢姓王，我妈妈呢姓李，你叫我王李吧，行不行？嗯，叫你王李哥吧。不是，往哪里哥呀，妹妹？王李哥呀。不是，妹妹你别闹，不是，你还是叫我大吉哥哥吧，行不行？那我就叫你大吉哥哥呗。啊，那就叫大吉哥哥嘛。啊，叫大吉哥哥。啊，那妹妹我问一下，如果说不交朋友，你们这边呀，要是想把女孩子嫁到外地，你们能去吗？嫁到外地呀？啊，嫁到外地的话，啊，可以，也可以呀，啊。那你们要不要这个呀？就嫁出去的话，但是得有个要求。啥要求啊？但是嘛，必须得他到我们家来一回嘛。啊，他得先到你们来认识。让爸爸妈妈看一下吗？啊，让你阿爸阿妈看一下。阿爸阿妈也不放心嘛。也不放心，啊嗯。那如果说你们嫁到外地的话，要多少个这个呀？多少会要一点吗？多少会要一点？嗯，那是多少啊？要一头牛啊。要一头牛啊？不是，就要猪和牛啊？还要一根手指头吗？不是，还要一根手指头？怎么，你们嫌多吗？不是，一根手指头那多疼啊？又不是拿刀剁你手指头吗？那是啥呀？一个腕吗？啊，一个手指头就是一个腕。嗯，啊，就是一头猪，一头牛，外加一个手指头。啊，对吗？那也不多呀，妹妹，你这一个猪5000，一头牛咱算20000。再加一个手指都是10000，那加在一起 啊， 啊，那加在一起不也才34万吗？34万嘛，都够我们家里人赚一年的了。啊，都够你们家赚一年的了。啊，我的天，家人们辛苦钱才34万块嘛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说少不少？这地方要是啊，你们外嫁就是女儿的话，就是一头猪一头牛，外加一个手指头啊，就这些吗？那汽车啥的不要吗？你看我们的山路吗？啊。的吗？啊，也进不来呀，也进不来。太，车也不能上山里面干活嘛。啊，车也不能上山里面干活。对呀，就是啊，汽车不要，不要吗？那楼房呢，妹妹？楼房吗？我家有大楼房吗？你家有大楼房？2层的呢，都住不过来嘛。哦，两啊，不要，不要吗？那是真有点少了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我感觉是有点少了啊。我大哥说那个5万，你来不？5万？啊。5万那么多？不是，那你看都有说你值。到哪里嘛？啊？到哪里啊？到哪里？我也不知道我大哥哪里的。那妹妹，我问一下啊，那你说，那你就是我也问到这儿了哈。那你这个对你就是以后的男朋友有什么要求没有啊？不行，我帮你物色一个。要求？啊，对对，你的择偶标准。要求吗？我是想找一个大一点的。不是，找一个大一点的。嗯，比你大一点的，你有点太小了，我看。不是，我这不小了，妹妹，我这都正常，就是我这这么大。我
么大啊？那太小了嘛。啊，太小，一手都抓不住，妹妹，我这老大了，抓不住啊，我这老大了，多长嘛？我老长了，一手能抓住吗？抓不住。那也太小了吗？啊，那也不行吗？太小了吗？那多大算大呀？那也要啊，一手多一点嘛。啥叫一手多一点是啥意思啊？50多一点呗。不是，你今年25岁，嗯，不是，为啥要找一个50岁的，50多一点的呀？啊，年纪大吧，会干活嘛。不是，年干得好吗？年龄大会干活，活干得好。嗯，不是，谁告诉你年龄大他就会干活？我家姐夫的活就可好了吗？你家姐夫的活就可好了。大姐跟我讲讲，说大姐夫活好，让我向大姐夫的标准找一个活好一点的嘛。我的天哪，你这事大姐啥都跟你说呀？那找50多的，那都不能当你爸了。我爸啊，我爸都70多了嘛。啊，你爸都70多了，我的天哪，那你这你家多少个孩子啊？我们家四个呀。四个，那你排老几呀？我排老三嘛。啊，你排老三。嗯啊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这阿妹呀，要找个50多的，那60多的行不行啊，妹妹？60多啊？60多的话活好不好啊？那你大哥那别看60多，那不仅那啥，就是经验丰富，活好，那啥都会，会冰会火的。会干活吗？啊，会干活。会干活吗？也行啊，会干活行。会干活是最好的了啊，会干活是最好的了。那妹妹，你这样吧，你能不能上去吗？这山它能爬上去吗？不是上树干啥呀？你还早，年纪大了，我怕上不了山呢，再摔下来怎么办呢？那你看你不我们这芭蕉啊，都在山里边长的吗？啊，这都那你上不去，你怎么干活呀？这不香蕉吗？家人们呢？芭蕉，你又给你看一下嘛。啊？芭蕉吗？这不香蕉吗？家人们，啊？不是，那我没听说过呀，我们那边都是香蕉啊。都被人砍掉了吗？一会儿我带你上前面找一下嘛。啊，都被人砍掉了。香蕉嘛。不是，那我问一下，那香蕉和芭蕉是不是咱们的叫法不一样啊？都一样的东西。不一样吗？啊，我们这芭蕉香蕉都有不一样吗？芭蕉和香蕉。香蕉吗？细长的吗？细长的。啊。芭蕉吗？啊，又短又粗的吗？更有口感一点吗？啊，芭蕉短粗，香蕉细长、啊，口感更好。香蕉口感不好，太细了。啊，那妹妹你喜欢芭蕉还是香蕉啊？肯定是芭蕉啊，芭蕉吃的也舒服嘛。啊，芭蕉吃的也舒服、啊。那你这样吧，妹妹，你这个对年龄要50多岁左右的，50左右的想找一个。可以啊。那你那个其他的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啊？就是身高啊、体重什么的。长一点的、粗一点的最好了吗？不是什么玩意儿，又长一点、粗一点的，妹妹。啊？长一点的，比你粗一点的吗？比我长。又短又细的吗？不是啥。跟狗一样吗？不是。啊，你说的是高吧，妹妹、啊？你这一会儿又大又长，你都给我干蒙圈了，妹妹。长一点的，那就高，妹妹。那你想找个多高的呀？有力气吗？啊，有力气、那你想找个多高的呀？1.7米多就行了。1.7米左右的。对呀、啊。那我问一下，我直播间有没有喜欢你的，行不行？我这直播间1000多个朋友。肯定不会吗？啊？肯定没人喜欢我吧？我在我们寨子都没人喜欢嘛。啊，在你们都没人喜欢。那我问一下直播间家人们，有没有喜欢这个山里的女孩叫娇娇的？如果有喜欢的话，咱们扣个一，咱让这个阿妹啊看看有多少，好不好？没给主播点赞的呢，咱点点赞；没点关注的呢，咱们点点关注啊、哦。那妹妹，你能不能带我上那个交朋友的地方看一看呢？我想试一试去。交朋友啊？走吧，我带你看一看嘛。啊，带我看一下，远不远呢？你看我这好多都喜欢你的妹妹。好多都喜欢我啊？几个呀？好几个呢吗？两个，不是好几个呢，4-5个、5-6个喜欢你的呢。这么多呀？啊，那还挺好的。那还挺好的。那你咋的？你们这块没人喜欢你吗，妹妹？没有嘛。啊？我们这块男孩子年纪小吗？啊？都不喜欢我这么大的。啊，都不喜欢你这么大的。嗯、我这10多个喜欢你的，妹妹。男孩子吧，结婚都早嘛。男孩子结婚都早。早早就结婚了呀。啊，早早就结婚了、那走吧，妹妹，那远不远呢？你那个交朋友的地方不远啊？不远呢、我的天哪，我都走冒汗了啊！冒汗了。
啊，那也不行啊，太虚了吧你。啊，那妹妹我问一下，你家这几口人？我们家七口人。七口人，都有谁呀？啊，爸妈。啊，爸妈。大姐、二姐。四个了。我呀。啊，五个了。大姐夫。六个了。还有个小弟呀、啊。还有个小弟。嗯。还有个弟弟呀、啊。我的天，我也有个弟弟。弟弟不懂事，有点小啊。啊，弟弟不懂事啊。啊，我这我也有个弟弟。你弟弟多大了？弟弟今年十九了吗？弟弟今年十九。那我弟弟比你那个小一点，我十八。十八。啊。十八也不小了。啊，我这十八。嗯。十八也挺大的吗？叫他玩一会儿吗？不是，我弟弟不喜欢抛头露面。没事啊，让他来嘛。不是，你带他认识认识就好了吗？不是，我这不能瞎认识。我那弟弟不喜欢抛头露面。我弟弟他俩就认识就好了吗？啊，不是，那不一样，妹妹。我带来了是带来了，我不喜欢抛头露面。你不能看，妹妹，刀我给你看行不行？这一会儿刀，你要是你这样吧，妹妹，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个？长得是不是丑？我不敢见我。我弟弟长啊，可能是丑点。还是白吗？啊，长得黑是白吗？长得。还行吧，也不黑也不白。那我看你挺白的呀。啊，那我弟弟这不像我呗。那后妈带的、啊？不是啥玩意儿，后妈就妹妹这阿妹呀，一天呢，这说你 你这么白吗？啊，弟弟那么黑，是不是后妈带来的吗？那不是妹妹，那不是妹妹，就我自己一个人。嗯，妹妹，那这样吧，妹妹，那我问一下啊，你家的条件怎么样啊？妹妹在这边的话，你们家好。你们家好。啊、什么条件呢？啊，鸡回来，那是你家鸡呀、啊，那看不见，这给摄像头里，啊，妹妹，啊、你那个什么条件呢？我们家住大洋房啊。你家住，看看啊，芭蕉，啊，这就是芭蕉啊，朋友们。芭蕉，我们这里芭蕉就是啊，就是这个短，那么一点点长。啊，就那么一点点长，啊，你家住大洋房啊？啥洋房啊？带你去吧。带我去，不是干啥去啊？上你家，啊？我上你家看一下，你弄点水喝也行。给我弄点水喝。你上茅草屋吗？你不说。不是，那你是给我弄点水喝？你那水是这个山泉水呀，还是矿泉水、纯净水呀？这个不是山泉水吗？就喝这个水。那我不喝，那我喝完没有矿泉水吗？没有啊，就这个水吗？给他回家过滤一下就好了嘛。不是，那我喝完了再晕倒了咋整啊？啊？晕倒？啊？晕倒就？那我怕我晕倒啊，喝完了。你是不是有啥毛病吧？不是，我没毛病，妹妹。经常晕呐？我不经常晕，我怕喝完你给我那个。是不是以前有过美女给你喝完你就晕了呀？不是，那没有。啊、你少了点啥呀？我没少，妹妹，我这都啥都有。啥都有 啊？没少，妹妹，没少。那走，那我上你家方便呢？方便吗？不是，妹妹，哎，妹妹，那你家有没有人呢？上山上干活了吗？就我和一个鸡吗？就你和一个鸡。啊去啊，沟里啊，哥给我水呀、啊，沟里的水给我喝呀，家人们。那我这不好起来了吗？啊，我的天哪，那你就没人呐？我去方便？啊，那行，那我上你家参观参观。不是，我想先。想问你那个小弟喜不喜欢玩鸡？我小弟老喜欢玩了，那喜欢玩鸡啊？那跟我小弟一样啊？啊，跟你小弟一样。你看我家吗？我家鸡多吗？啊，你家鸡多。小弟搁家就喜欢玩鸡嘛。啊，就喜欢玩鸡。嗯、啊。鸡都长毛啊，就喜欢一根根都给它拔掉嘛。啊，一根一根拔掉。拔掉还长吗？啊，那我小弟也乐意玩，哪天让他俩认识认识，行不行？我俩一起玩吧。啊，行。让小弟分给他一个嘛。啊，分给他一个。那走吧，妹妹。那你家远不远呢？上你家转一转，我看看。主要是我想那个上那个交朋友地方看一看，妹妹。我看那玩意儿怎么教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我刚才不教了你吗？然后你帮我介绍一个，完了我学学。我刚才不教你了吗？啊，就像那样就可以了。啊，比力气。对。那咱俩你感觉一会儿咱俩上你家茅草屋，咱俩试试劲儿呗，看看行不行我。我们两个呀。啊。我教你一下。啊。行不行？能拽得过我吗？试试呗。走吧，试一下吧。啊，走啊！那走吧，先上你家，这是你家呀。啊。往过走啊。啊，你家这个是洋房，哎呀，独门独院。大洋房。我家，我天哪！你们这个水果门口就有。我们家出水果。你家这地方住的赶世外桃源了啊，妹妹。啊。桃源能住吗？啊。桃源也住不了吗？不是，我说的那个桃源不是这个桃源。我们就在芭蕉园里住吗？
是啥问芭蕉原理啊，妹妹，你可能是没理解。那走吧，你家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洋房，还有鱼塘呢，还有鱼塘呢，这都是你家的吗？这鱼塘？我的天，还有洋房，这是洋房吗？你这房子都长青苔了吗？啊？啊？那都四五十年了。我的天哪，那你这四五十年还洋房呢？洋房吗？我的天哪！那行，我走吧。我先主要我想去那个那什么，我先去上那个交朋友。你家有没有茅草屋啊？有啊。那你先带我上茅草屋吧，行不行？啊，这别给我领，没有这地方不能那啥吧？干嘛？我别少点啥？少点啥？啊？那你肯定得少点啥嘛？我这少啥呀？你跟人交朋友吗？人家把你拉进去，你把人家拉进去了，啊、你就出不来喽。我就出不来了。你不少点啥吗？啊！我的天哪！那我看看你那个交朋友的地方，家人们，咱们去不去啊？上交朋友的地方去的话，小玉破房什么意思？大哥呀，快手用户哥，跟他来呀。那我跟他走，妹妹，你这给我领哪去了？一会儿你得给我送回去啊！啊？送天上吗？啥玩意儿？送天上去啊？你这个？那送哪去？你给我送回来呗。啊，送回我家，不是送回你家，我要送回我原来那个地方，我怕我迷路。你这山里头，你看都是大山。送回刚才的地方啊？啊，你都多大了吗？还让人送？那我这不怕迷路吗？我能不害怕吗？这是干啥去？你带我这越走越好像又进山了呢。咱俩上小树林吗？上小树林啊？干啥去啊？你喜欢去吗？我们这边男生嘛都喜欢上小树林啊。干啥呀？玩呗。玩啊，还凉快啊。怎么玩啊？上小树林玩累就躺着吗？玩累一天就躺着、啊、我的天，那我不知道。男孩子嘛都喜欢领小女孩上树林啊。我一会儿就领你去吧。一会儿领我去、嗯、啊？那你是领我上哪儿去呢？上树林啊。上树林不是干啥呀？玩吗？不是，那有啥玩的，妹妹啊？我正能量，妹妹，我正能量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哪样人啊？我不是那样的人呗。哪样人嘛？我的天哪，那走吧，我想上茅草屋。对呀，我就带你上茅草屋吧。啊，带我上茅草屋。茅草屋就在树林里边吗？啊，就在树林里面。啊，那行，那我上茅草屋看一看，看看你们这块，你跟我具体讲讲怎么交朋友，然后明天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个朋友啊？我来找你的话。啊，能不能给我介绍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也行。那介绍两个都没问题吗？啊，介绍两个没问题啊。不是，那走吧，那还有多远呢？你家那茅草屋啊？茅草屋该修了呀。啊，你不是，啥茅草屋该修了呀？哎，怎么的了？那这是茅草屋吗？啊，这个就是茅草屋了。不是，到时候有美女了怎么的？你说。拉咋拉呀？或者是抱，还可以抱啊？不是，我这昨天去，我上找别人去。给他一个公主抱吗？我还可以给他一个公主抱啊？那怎么公主抱啊？公主抱你都不会，你抱没抱过吧？我没抱过呀。就这样，给他抬起来啊，抬起来，放到里边、嗯，然后呢？然后你就在里边不出来了吗？我就在里面，我俩都不出来了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？不是，那我咱俩先试试呗。行不行？这玩意儿怎么拉？你教教我，啊？教你一下呀！啊，那我要是能给你拉进去怎么办呢？给我拉进去啊！我给你拉到茅草屋里面。我拉到茅草屋里面啊！你能拉过我吗？那我就那你不是我怎么知道？家人们，你说我能不能拉过他？我给他拉茅草屋里去。那我给你拉茅草屋里，你得咋怎么办吧？那我俩就搁里面待着呗。给里面待多久啊？待三天嘛。待三天，就像夫妻一样生活三天嘛，都可以吗？可以呀、啊。我的天哪，那我试试呗。在里面同吃同住。嗯。那家人们，我试不试啊？试试的话扣个一，然后你们给我打波加油。那美女，咱俩试一下呗，娇娇、啊、美女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嗯、真可以啊。可以。那我来了，那你不相信我的实力？还一个女孩，我还拽不进去了，那可不完了吗？你这太小瞧我了，妹妹啊。你这太小瞧我了，你站这边来，来我看看，我调调角度，我必须得给他拉进去，家人们，我必须得给他拉进去。
就一个支持我的啊，我给他拉进去啊，家人们，你看我厉不厉害啊？怎么拉，妹妹来？怎么拉？拉我的手。拉你的手，嗯、然后呢？拉到那个茅草屋里面。拉到茅草屋里面，嗯、完了我就想干啥就干啥呗。嗯、我得让我家人们给我加加油，打打气。家人们，给我加加油，打打气，可以啊。小玉今天没找到他，我这个跟这个娇娇今天玩。我今天我给他拉进去，哪个都一样，我先试试。这小玉我有点拉不动，这个行，一二走，走你，哎呦我的天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哎呦我的天，你还跑了呢，妹妹，你能不能，妹妹你能不能，你这是不想跟我进去啊？你这里都一点汗，你根本就拉不进去我吗？不是，你能不能放点水呀、啊，妹妹？那我就尿过尿嘛。不是，你干啥呀？哎，直不跟那，干啥呢，妹妹？你不要放水吗？不是，我让你放水也没让你这么放，你别闹，妹妹。妹妹，你别闹，你这别闹，全直播呢，妹妹。是我们两个人嘛？不是那个放水。你把我拉进去吗？我们在里边还要上厕所吗？不是，你别闹，妹妹，你别瞎说。这直播呢，你别整啊！这干啥呀？这我让他放放水，这家干啥呢？我的天哪，家人们！我的天哪，你给我加加油啊，家人们！2500个老铁了，给我加加油！来，能不能抱啊？啊？你这咋还要上厕所呢？上厕所干呀！我的天，你先别上了，那你先上厕所去，妹妹，我给你看着点。这行吗？那个在这不行，我直播呢。啊，不行啊！啊，我给你看着点，你上那边。等一下嘛，等一下呀、啊。那我来了，一二三，走你，进来。你抱我吧。进来，好吗？进来，走你。哎呀，小样还挺有劲儿是吧？走你，不行啊！家人们呐，不是美女，你吃啥了？你瞅你累的那样啊啊！你累的像狗一样啊！不是你这不骂人呢吗？你这家人们都瞧不起我，你们给我加加油！我说啥都得给他整进去。你要在我们这个地方啊？啊，媳妇儿都找不着。那不行，来个公主抱呗。媳妇儿你都找不着啊？得怎么抱啊，妹妹？啊啊，得怎么抱啊？就这样抱吗？就这么抱。那来吧，抱。哪有粗的呀？抱，公主抱吧。不是这样抱。那哪抱啊？就这样抱。那我能抱到你吗？来，我看看。抱不动就算了呗。我看，怎么抱？对了，腿抬起来。我腿抬起来。啊？你就哎呀。啊？你就这样着抱。得咋样抱？哎。就这样。哎，你别踩我呀，妹妹。哎。这样。啊。两个腿一抱。哎呀。啊，我这么的。那我抱你呀、啊，哎呀我的天，来我看能不能抱起来，我给你抱进去呗，来砸，来抱来，哎呀，不行，哎，两个腿，我那俩腿抱不动，俩腿一起抱，我的天，俩腿一起抱，不叫公主抱吗？啊，那也不叫公主抱啊，那也不叫公主抱，那怎么样才叫公主抱啊，妹妹？啊，俩腿一起抱吗？俩腿一抱，我就给你拽进去得了呗。啊，你也拽不进去呀、啊！来，我就是不信这劲儿的，我今天啊，一二三，走你，我拽不动你小样的，走你，哎，不是你这地太滑了，妹妹啊，哎。不是这地太滑了，你那有没有朋友啊？要朋友来一下子，啊？朋友啊？啊？没有嘛？朋友没有啊？人家都在家嘛？都在家。嗯。我的天哪，家人们呐，我已经拉不进去，你们也不给我加油啊？啊？你们也不给我加油啊？关键是啊，我这使劲了，你们也不给我加油，我是真拽不动了，太累了，家人们，我都没有劲儿了啊？真不行啊！啊？真不行啊！还没累呢，你还没累呢、嗯、我的天哪，家人们，他还没累呢，你把这个喝了吗？把这奶喝了，不是这啥玩意，你把这奶喝了，你
你有力气了。这啥奶呀？牛奶吗？你别闹了，妹妹，那不素水吗？牛奶不这个颜色吗？啊，牛奶是那个颜，你喝吧。我们天天喝都习惯了，哎，不想喝了。哦，加油加油啊！白挡了，大体格子，你们也不给我点赞，也不给我加油的，也不给我点关注，我哪有动力啊？你看我这，大哥，你们看我好像你说我没有劲儿，真完蛋。我给你们看一下。看我这头发都湿了，全是汗。你竟然说我没用力，家人们。太虚了吗？你也不行 啊！太虚了，说我太虚了，家人们。啊，他说我太虚了，瞧不起我啊！啊，他那地可滑了，家人们，这样吧，妹妹，咱上你家缓口气，我歇一会儿啊。哎呀，啊，你那衣服都湿透了吗？我衣服都湿透了，那出汗出的吗？你看我都没湿吗？啊，你都没湿啊？行，不是，我不摸了，妹妹。哎，我的天哪，这不行，累死我了。我那个那啥吧，你别脱，妹妹，你干啥呀？我直播呢，你不能脱。有点热了。不是你干啥呀？热呀。热你也不能脱衣服啊，直播呢。那我看我大姐热的时候就把衣服脱了。那你大姐不没直播吗？我这不能脱啊，妹妹，你这干啥呀？你这咋还，你这一点也不害怕我呀？啊，咱上你家坐一会儿行不行？喝口水，我不行了，一会儿再来试试了，行不行？上你家呀？不是。哎呦我的天，我走不动了，你家他家还行，咱上他家坐一会儿吧，家人们。啊，走吧，上家里头。啊，我给你干啥呀？我给你啊抓只鸡嘛。给我干啥？抓只鸡，你把毛拔了。我把毛拔了干啥呀？啊，给我补补，啊，看我不行啊。我不敢拔毛啊，不敢拔毛，啊，那走吧，妹妹，那上你家走吧。不敢拔毛。敢抓呀？行，那行。那行，上你家，那你阿爸阿妈回来不能说呀，你嘎嘎抓个鸡给我吃了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上你家喝口水不行，我渴死了，妹妹，你敢拔毛吗？啊，我敢，我肯定敢。我的天哪，家人们，不是，你家真没有人呐？我们家呀。啊，我不是人吗？不是你，我知道你是，但是还没有其他人吗？不是，没有其他人吗？你不是人吗？我是。那完了呗。啊，我这笨蛋，我家人们都说我笨蛋。家里有人呢？啊，有人，有人呢。你和我不是人吗？啊，就咱俩。啊，那还行，那走吧，上咱家看一看啊。咱们我带你参观参观咱家。都是鱼。啊，鱼都是鱼啊。啊，你家这房子都建在水上面，鱼塘上面。哎呀，我们家这个吗？啊，树吗？树。风景好啊。啊，风景好。啊，确实挺好，你们这里确实，妹妹我也挺羡慕，挺羡慕的。可在楼上都可以钓鱼啊！啊，不是，这你家这一楼是干什么的呀？我带我朋友们参观参观。一楼啊？啊，一楼就是养鸡啊。一楼是养鸡的。啊，养鸡，那你们住在哪里啊？住楼上啊。住楼上。啊，那你这一楼养鸡又养狗的，它夏天不会有味道吗？哎呀，那哪有味道吗？那你不会打扫吗？啊，没有味道啊，那还行。那我这个，我以为会有味道呢，养这些东西，渔网啥都有哈。那行，嗯，那还不错，那挺好的。家人们，他这环境确实挺好，出门就有水果吃。干啥去？上楼啊。上楼干啥去，妹妹？玩去。上楼坐一会儿，不是玩去啊？你不是刚才玩累了吗？我们上楼玩呗。不是上楼不能玩了，妹妹，咱坐一会儿行不行？我渴了，喝点水。渴了啊，喝水啊，咱上楼坐一会儿行不行？喝水啊，喝水，这里也有吗？不是，那里有啥呀？那里有水吗？你有病啊，妹妹。喝吗？那我上那儿喝去啊。你看，那你咋不喝？你喝一口我就喝。这阿妹，你这干啥？这是不800个心眼子等着我呢啊！我的天，家人们，我干啥？你能不能带我上楼了，妹妹啊？走啊，上了。我上吗？你别，你家真没有人，别我上去了，这有人。家人们，我上不上啊？上的话扣个一。这门都锁着呢。不是上的话扣个一，我上不上啊？我有点不敢上啊，这阿妹呀，有点。不是妹妹，我问一下，你这单身几年了？我呀。啊。三年了吗？三年了。嗯。不是，我以为这三年是不是憋坏了呀？啊。憋坏。啊。现在年纪大了吗？啊，年纪大了。你小的时候吗？我也天天耍朋友吗？啊，你也天天耍朋友。嗯，那上啊，家人们，我家人们都让我上，你能不能带我上你家喝口水呀，妹妹啊？上楼吧。这咋不让我上啊？上去吧。上去啊，没有人，我上去。你家这就是楼房是吧？啊，连个扶手都没有。那你
啊？哎呀，扶什么扶啊？扶什么扶啊？上去干啥去？不是这门锁着呢，这是不是你丫呀？这门锁着呢？我家呀，你看着了吗？啊？我家嘛，你家那咋还锁门？我上哪进去啊？跟我过来，跟你过来，还走后门啊？啊我的天哪！你不喜欢走后门啊？我不喜欢走后门啊，妹妹。我大姐夫当时上我家来，第一次就喜欢走后门嘛。啊，就喜欢走后门。前门都没锁，他都不走吗？啊，这个不是妹妹，我问一下，你个，我有点不敢进，真没人吗？没有啊。这块还有个门，那为啥把那门锁上啊？啊，我们家是走这个门呀。啊，就走那个门。嗯，那还行。我跟你说，真没人呐。哎，不是，这咋的？这咋开灯啊，妹妹？停电啦！不是，咋还停电了呢？进来嘛。不是干啥呀？停电了，哎，进来。不是干啥呀，妹妹？进来玩一下。不是，咱进去坐一会儿。弄点水喝吗？我参观你家，你别那啥。进来。啊？进来嘛。家人们，我进吗？我感觉这是不敢进了，有点啊。啊？那你进那里吧。我进哪里啊？这洗澡的啊。这不厕所吗？妹妹呀、啊、你可拉倒吧，你让我进厕所干啥去啊？啊，你看那我进去啊，家人们我进哪、啊、我看看去。我的天哪，这都啥呀？这是屋里黢黑呀。停电了吗？啊，这在这儿做饭。对呀、啊、烧饭。我的天哪，你家这棚黢黑黢黑的，着火了。没有啊。啊，我们做饭的时候油烟熏的呀，油烟熏的、啊、我的天，太黑了，家人们，这屋啊，不是，我这转一圈了，这块还有电风扇，风扇呀，啊，这边还有电视，大彩电 啊, 啊，这块是窗户，在这能钓鱼啊，在这还能钓鱼，不是你家也可以吗？不是你家这窗户连个玻璃都不装啊，妹妹，这样凉快吗？啊，这样凉快，玻璃热呀。不是，那我转一圈了，我也没看你们这在哪休息呀、啊、妹妹，休息呀 啊在这边吗？在这边啊。不在哪儿啊？就在这里休息啊。就在这里面休息啊。不是，这不都帘子吗？帘子就是墙啊。帘子就是墙啊。不是，妹妹，那帘子它隔音吗？隔音吗？啊，帘子不隔音吗？那你说晚有点啥动静它不都听见了吗？就是打个呼噜磨个牙啥的，一家人听到就听到嘛。一家人听到就听到、嗯、我的天哪，那这是谁房间呢？大姐房间，那里面咋没有床啊？啊？嗯呐、啊，那里面怎么没有床啊？你能看到看不到吗？啊？看不到吗？看不到。那没在家，我们进去玩一下呀。不是啥了，咱俩进去玩一下呀。我不进去了，妹妹，你干啥呀？你大姐没在家，我不能进。不是干啥去啊？进去玩一下吗？不是啥玩意儿，进去玩一下呀？我不进了，妹妹，你干啥呀？哎，你大姐不在家，你上人房间干啥去，妹妹？玩一下呗。不是你出来，妹妹，你干啥呢？你这咱俩聊聊天儿。进来嘛。我不进，妹妹，你干啥呀？我累了，我想坐一下。不是我走了呢，你这太吓人了，家人们，我先走了。我走了去。我走了，不是我走了，那拜拜了，妹妹啊。进来嘛，我俩搁这躺一下吗？不是，咱俩这也不方便呐，你可拉倒吧，你这个你阿爸阿妈回来看咱俩给这儿，你阿爸阿妈脾气好不好啊？这床软软的。不是。我问一下你阿爸阿妈脾气好不好？好啊。那你万一不好再给我腿打折了，犯不上了。不会嘛。啊，不会，进来嘛。不，我不进了，妹妹，你出来吧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怎么这干啥呀？这妹妹呀，我不进去，你干啥呀？这到你家敢换个人似的呢？你这不是这给我吓完了。这谁房间呢？这个啊，阿爸阿妈的呀。啊，爸阿妈住这儿、嗯、你大姐和大姐夫住这儿，那你住哪儿啊？我住这边呀。你住这边？哎呀，你这还单间？单间啊。你能把灯没有电吗？没有电，停电了吗？啊，没有电，停电了、啊、那你房间我能不能参观一下呀，妹妹？参观一下啊。参观一下，刚才我让你进去玩一下，你能玩一下吗？我不是，我想看看你房间呢。你看看你这老进去坐一会儿，你干啥呀？这妹妹这干啥呀？看我的房间啊。看我的房间也行。那咋的呀？看我的房间了，你就要留下来干活了吗？我就要留下干活。嗯，不是白天干活晚上干活呀？白天少一点晚上多一点。白天少一点晚上多一点、嗯、
我的天哪，你这意思是说我看了你的房间我就要对你负责任了是不是啊？嗯。那怎么的，那我看你房间我还走不出去这个寨子了妹妹啊？走不出去了吗？那我还留下一条腿呀。条也不够吗？两条，两条也不够吗？我的天，那四个手也留着，四个有点多了吗？四个多了，不是家人们，你们说几条啊？我的天，我就两条腿呀，你可拉倒，妹妹。那这样吧，妹妹，我不看，让我家人们看一下行不行？家人们，你们说看不看？看的话扣个一，啊，那让我家人们看一下行不行，妹妹？他们看啊？他们能来吗？他们肯定有对你负责的，有喜欢你的呀。行不行？喜欢我啊？那也行嘛。那也行啊。那你就不要看了吗？那我不看，那我不看行，那我也不看，那我把眼睛闭上啊。那你让他们看一下吧，我看啊，行，能啊，能负责。当看没看到家人吗？我能睁眼睛了吗，妹妹？可以啊。啊？睁吗？可以睁眼睛了。过来坐一下吧。过来坐一下干啥呀？聊一会儿天，对，坐一会儿。你老让我进房间，我也不敢进呢，妹妹。那妹妹，我问一下，如果说外地的小哥哥来找你的话，你们这块要不要这个了？就当上门的，要不要了？要不要了？啊，人都来了，还要什么吗？啊，人来就可以了，不要了。那、嗯、他人来了以后，他住在哪里啊？和我一起住吗？跟你一起住，嗯、不是？那你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，他有宝宝了怎么办呢，妹妹？有宝宝啊。有宝宝就生了不就完了吗？有宝宝就生、嗯、那不是，那我还听说了你们这块啊，就是上门的姑爷啊女婿啊一点身份一点地位都没有，说生了宝宝以后还要跟你们女方姓。对呀、啊、那你说我大哥以后走路都抬不起头，多没有面子，多没有尊严呢。抬不起头啊？多生几个就完了吗？看啥呀？分给他一个吗？分给他，嗯啊，分给他一个啊。啊、哦，那还挺有办法。那你想多生几个呀，妹妹？想生五六个吗？想生五六个、嗯。我的天，那你这身体能行吗，妹妹？我的身体不行啊。那身体相当板扎了吗？相当板扎。嗯、不，家人们，你们看一下，他能生五六个吗？身体相当板扎是板凳的意思吗？厉害吗？厉害，能生五六个吗？你这身材呀，啊，你这身材我感觉生不了。看一下。不是你干啥呀？给你看一下呀。不是给我看啥呀，妹妹？你七八个都没问题。不是，那你周衣服干啥呀？给你看一下身材吗？能不能生吗？不是，那外地的小哥哥来了，说要看你们身材，你们还要展示内在美呀，妹妹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啊，我们这边都是要这样看的，都是要这样看的。我的天哪！那妹妹，我问一下，你生那么多孩子能养得起吗？哎呀，十多个都没问题嘛。十多个都没问题。嗯，我的天哪，那怎么生活呀、啊？他们在山里边呢，放在山里面散养啊，圈起来。那又不是猪羔吗？圈什么圈吗？啊，又不是猪，又不圈呐、嗯。那妹妹，我问一下，我看你们这一到下雨啊、阴天的时候还停电，那你们这一般我，你们家这就是这个六七口人，一年能赚多少钱呢？一年啊，我们一家人赚的可多了。能赚多少啊？四五万块呢。不是四五万块钱一年、啊、一家人啊？那像你的话一年能赚多少钱呢？我自己一个人吗？啊，那也能赚个七八千块呀。七八千块一年、啊、我的天哪。那我问一下直播间家人们，咱们有没有一个月能赚六千块钱以上的，咱们扣个一，咱让这个阿妹啊看看有多少。没点关注的呢给主播点点关注。一个月啊？拉倒吧。啊，你不相信呢？不相信，这祝你好运哥，这个我大哥都说了，你下猪崽呢，是不是啊，大哥？下猪崽啊！我的天哪！那这样吧，没有猪，下什么？你看我家人们这老多能赚五六千的，你看还有一万多的，一个月，那不是一年。那妹妹，你一年赚七八千的话，那你还有没有存款呢？存款啊，肯定有嘛。存多少了？嗯，不能跟你讲吗？咋还不能跟我讲呢？那你要骗我钱咋整啊？我不管你借，妹妹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小心眼啊，我还能管你借吗，妹妹？ 那我跟你讲也行，你可不能跟别人说。我不跟别人说，我不管你借。咋了？800多了吗？800多是800多万呢？姐姐都不知道吗？800多块呀、啊。哇啊，800多块呀、啊？那800多块不是妹妹，那也不叫存款呢。你这不花不完，花不完，那还不够我大哥吃两顿饭的呢。吃什么呀？要那么多？我的天哪！那你吃点烧烤两顿都不够，喝点小啤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那我大哥都不够。我们一顿8块都花不
完。那你能吃饱吗？都吃不完。吃不完、那看你这样也能那个，看你这样也能吃饱，就也长得也挺那个那啥的哈。看你一看你就能吃饱。那妹妹，我问一下，你们靠什么生活呀、啊？生活什么生活来源呢？我们三多呀。三多、啊、干啥呀？平时上山呀，采点水果呀。采点水果 啊就卖水果。卖点野菜呀。野菜。还有山货啊。还有山货。什么季节就卖什么吗？啊，什么季节就去赶掰。赶该换钱。赶该换钱。啊、我们那块叫赶集，你们这块叫赶该，是不是啊？在该里边赶该。啊，那你这生意好的话，一天能赚多少啊？一天呐。啊。生意好的话，要能赚个七八十、五六十啊！生意好才能赚那么多啊！那你这样吧，妹妹，我来了，咱俩聊了这么久了，那你这样吧，那你一看，我看看你家有啥山货，还有水果啥的，不行，我买一点行不行？水果啊，水果刚才要不认看了吗？啊，花椒吗？在山里边吗？啊，我买一点，我看还有啥玩意儿，我买一点。火龙果呀。芭蕉啊。火龙果、芭蕉，我一样买点，一会儿我给你给我带200块钱水果。不夸呀。行不行？200块钱能买老多了吗？那我带不走啊，拿不走啊。那我买200块钱，你看看我带点啊。这样吗？干啥呀？你把我家的山货什么，你再带一点吗？啊，山货啥带点？都有啥山货呀？这边吗？这边，这都啥呀？